欢迎观看本日视频。今天我们要说的是凭实力单身的三大星座，一个人的小日子也可以过得有滋有味。摩羯座，摩羯座的人很有自己的想法，他有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不会因为别人的催促就选择开始新的恋情。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感情自己把握，自己的生活自己主宰，所以即使单身他也会过得很不错。处女座，处女座的人思维很简单，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不会去做，不喜欢的人更不会去靠近。他觉得与其勉强自己与不喜欢的人在一起，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一个人的小日子也可以过得有滋有味。金牛座，金牛座也是凭实力单身的，他想谈恋爱的时候就谈恋爱，想单身的时候就单身。生活中的金牛座比较踏实，也很有能力，追求者也很多，但如果他真的不想谈恋爱，再多的追求者他也会无动于衷。本次视频就到这里，想要了解更多星座资讯，欢迎点击关注按钮。